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嫂。嗯。恁倒来嘞。我唔知呢。你是伫变心梦，恁大爷去倒，你也唔知。是，啊大爷无讲，我嘛无方便问啦。喂，这么什么情形啊？嫂会念你，你竟然敢应出应字啊？你是对大爷人，哎大爷无伫个啊，你唔知伊去倒，万一大爷出代志，你是要阿甲嫂交代啊？啊？好啊好啊，嫂就去啊。先到边仔啦。嫂啊，你看大爷敢会去找凯莉，才无做少年事。这是好伊吃，我实在想无呢。先嫂有讲会遐尔听伊啊？敢讲，因两个真正有啥物暧昧？我看，代志无遮尔单纯哦。安怎讲？大爷最近啊。叫李明昌替伊处理沙石啊行李啊，而且有交代，不准任何人管。除了伊以外，无人知影伊在变啥物棒。迄其中一定贵。安怎？我袂用看。先到边仔的啦。我发现什么其他问题啊？奇怪，这沙石生意不理想，前总拢是不好开的，不是会有伊头家老董的？这还得问？这一定是开的哦，阮妈老董的，对哦，你外哥啦。你的意思是，老董的青鸟鼠假宝地？这证据哦，就写在校服顶头，敢需要怀疑？是吧？你哦，搭到这只狐狸精的尾流啊！啊，万一这孔明秀那是吴刚的和 Kelly 的嘞？那是安尼哦，老邓若知影，一定会愈厉害啊！我若是老邓的，我绝对会把这只狐狸精、这个背骨的查某好好教死一下。啥？有这种代志？好，我了解。啊，好好，有咱等下见面。好，会记得哦，一定爱把迄个卖鸡的查某带来。英啊，小狐狸精，你准备要等去一个去啊？凯莉啊，啊你英暗够有闲？英暗哦，我一个应酬呢。英暗将所有应酬啊总提掉，因为我英暗伫个酒店哦，有一个足重要的应酬，你陪我来去。要跟谁见面，这么重要？时间来到，你陪我来就知嘛。安琪的奖金很好，我要花几批吧。有啥物我已经讲，讲完就好走。你敢知影安琪甲裴景宏做伙的代志？你哪知？不做甲你讲的是无？是啥物人讲的并不重要，我想要知影的是，你啥都无甲阻挡，
这三十年来，你已经吃过这么多的苦，你是安怎搁目睭金金，看到家己查某囝，甲你行同款的路？你有啥物资格来责备我？你开嘴合嘴，讲安琪是你的查某囝，那恁你甲我讲，自安琪出世到即阵，你捌甲保留住我无？你捌甲抱过？你捌饲伊一嘴饭无？我真想要安尼做，你敢给我这个机会？既然你根本都无尽着做爸爸的责任，你有啥物权利来过问？因为对阮来讲，你根本就是一个外人。不管你有偌远远，拢无要紧，我袂跟你冤。也毋过，我赶快会关心咱的查某囝。我今仔日来，真正是好意要来关心。我想要了解，是安怎你无阻挡安琪甲平建宏两个人来学？相公，我无阻挡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两母仔囝已经冤足一遍。不管我安怎甲苛刻，安怎甲阻挡，安琪就是坚持要爱建宏。我总袂用个查某囝放喺厝内，唔让伊出门啊！也毋过，我也是希望你继续靠近伊，唔通放弃。你若是看到安琪爱到这么痛苦，你就会不忍心搁责备。我就是惊，我若是搁继续反对，安琪会选择离开我。所以，尊重我的得失所有的人，对不住所有的人。我嘛是甘愿选择支持我的查某囝，安尼我才会用陪伴伫伊身躯边，陪伴伊笑，陪伴伊哭。听伊安尼讲，安琪甲平建宏已经是分袂开啊。看起来，咱对林家的亏欠。我只有等以后有机会，才来想办法弥补。我嘛知我安尼做足事实的，不过我真是想无补。既然安琪离袂开建宏，我嘛干那会当期待，但安琪无看唔着人，李建宏会当真心来对待伊，好伊幸福的未来。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绝对袂结点点。我即马就来去找裴建宏，我要确定伊对安琪是毋是真心，伊是毋是真正为着安琪愿意离开离婚。啊，不过安琪若知影你去找建宏，一定会足生气。你唔免烦恼，我有我的办法，我嘛袂让安琪知影。多谢你。我是感觉真对不起我妈妈。喂，你不是讲阿妈无反对咱两个做伙啊？那你是在烦恼啥？我知影心肝内其实也是真烦恼。伊是为了要保护我，伊才忍受伊好朋友的指责，还佮恁大嫂的口舌。我这个做查某囝，哪当会这么辛苦？袂啊，算落来，咱就好好甲友好嘛。啊，你莫有你这么大什么查某囝，以后一定愈来愈好命呀。我是想袂到讲，阮妈竟然伫你姊妹仔旁边头前支持咱的感情。建宏，咱的坚持总算受结果啊。我相信，咱若继续坚持落去。让大家知影讲，咱是真心相爱。总有一天，阿爸阿母
晚一点接受咱的感情，对不？其实阮爸阮妈伊毋是讲毋知影讲你对我好啦，啊，只是讲离婚就较离中嘛，啊，所以对林家都讲较有顾虑，啊，若受惊点头，咱就较歹交代咧。其实迄天宝珠来阮家，确实我真大压力。我是毋知影讲，刷落来还阁轮到谁来替丽芬出面？丽芬无可能拢无出面啦。昨我去找伊，伊是坚持拢歪甲离婚，是即个弟弟嘛歪抱我看。伊哪会当安尼做？就算讲恁两个离婚啊，你同款是弟弟的亲生爸爸啊。你讲的无毋对啊。我爱离婚，这确实是伊的权利啦。即摆规家伙拢徛在伊迄边，就算我想要弟弟抱倒来，即摆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刚好，是的啦。为着我，害你连家己的亲生囡仔都看袂着。阿姐，虽然有遗憾，但我袂后悔啊。这骨肉的亲情。不是讲话长头发都长的，只要弟弟肯定我这个爸爸，以后若等伊大汉，我是有机会听伊叫我一声爸爸。离婚了，我会去过甲伊讲个清楚，我会叫伊签字。一届若唔答应，我会去找第二届；第二届若唔答应，我会去找第三届。我一定会和伊签字离婚。建宏，这段时间有你陪了身躯边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我想，咱做伙去洗一间厝。洗厝。我着足希望会当家己有一个家。今日我妈都已经点头，离婚嘛等于是放弃这段婚姻啊。咱着无所顾虑别人眼光啊。若唔肯离婚，咱就要做予伊看，予伊知影讲，就算咱两个人无结婚，嘛同款会幸福快乐。阿玲，你有啥物需要，随时甲我联络。无问题，阿玲，我先过去。多谢你哦，拜拜。头白夜，就伫个家里偷来暗去。你两时我搞袂见笑呢。梁姐，点去？还见吼？你莫再谈遮假事啦！离婚搬等去厝已经几来工啊，将来但莫看你惊卡搞的。你一出现，娘就讲要甲伊离婚，搁要付伊赡养费。你想看卖？离婚的青春，甲伊嫁给恁皮家这两年所受的委屈，敢是你付袂起的？二姐，我想要让爸妈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查甫囝。你哪会当安尼啊？对不起，我今晚替阮小妹解释这个无良心的查甫啦。你还佫插嘴，我连你也做袂收你。二姐，对不起，丽芬的人是我，这跟安琪无关的。安怎？我当然袂出手的，你想要英雄救美啊？李宏志，我跟侬是真心相爱，我敢免拜托你，拜托转去苦劝离婚，紧离婚。不管安怎，我是无可能离开建宏。我本来嘛是劝离婚，赶紧离离的，莫再跟这款无良心的查甫人搭阵。啊，不过即摆看恁这么着急，我等到赞成离婚的决定。啊，现在得牺牲家己的生存呢？有名无实，婚姻才是牺牲。李宏志，离婚条件这么好，就算讲伊甲建宏离婚，啊，绝对已经找到一个真正爱伊的人啊！而且伊若是愿意，我会甲弟弟当作是我家己亲生的。你真正愈讲愈不是款啊！你抢人红事无够，即摆连人后生嘛你孝顺。我甲你讲，我林家绝对无肯让弟弟哦，去让你这狐狸这苦毒的。
二姐，俺是无可能看到弟弟的，而且我保证，卡出离婚的话，我绝对袂让弟弟受到任何一点委屈的。查甫查某的感情本来真歹讲啊，是俺大姐夫甲二姐夫尽情去犯错，恁就拢原谅伊，恁就拢接受伊。啊，即摆你予我标准就这么高，敢讲就因为我尽情接受爸妈的帮助，哎，我当然就罪该万死啊！佩锦哦，你莫给伊家己甲阮大姐夫啊去做钱比哦，人行唔对路，知影通悔改。啊你嘞？你白出来敢有钱呀？我是咧替你移情别恋，对婚姻不忠，对家己的太太不离不离，迄甲钱有啥物关系？我若真正是为了钱，谁让爸妈无收你一张支票？即摆离婚，家己一个带弟弟伫外口吃苦，你搁坐伫遮找恁去，敢好你遮淡薄闲？梅芳姐，有话好我讲啊！我肯定在是不听的吼。二姐，你要对俺自己来动手。啊，干好。我不要紧。二姐，你安尼拍够未？无够。就算我你这真死拍死，嘛要到小我莫把怨气。你放肆离婚，即摆要去听衰母仔囝，你良心会叫我敢放起来哟？敢讲你你家离婚逼到绝路，你才甘愿？我见过你，离婚无可能通奸，但已经是做人主啊！你莫咧两头前骨吃人到到哦。二姐，你讲我残忍，你讲我薄情，这个罪名我拢能承担。按我离婚呢？伊即马家己一人搬去外口住，我要去遐关心，我要去遐看。按我伊家当作参像一个亲份人共款。伊讲什么弟弟是伊家己一个人的，伊安尼拆散我甲弟弟嘛，伊安尼敢无够残忍？我敢希望讲恁大家用公平来对待我阿哥安琪。恁大家莫让弟弟来提我，恁慢慢来迫害我甲弟弟，慢慢来迫害我甲安琪。干嘛去死人啊你？连我家想要保护弟弟呢？你无想要给你受你的凌迟啊！你讲你是残忍，我拜托你莫乱来，好不好？你好，给予人一块面子，一世界受他面子。我一定会等你看，天公变人话少，绝对让你受到报应的。几位丈夫当时就要买水哩，我已经请伊到内底等你啊。那我知。阿伯，开始啦，回等遮久。阿伯，阿妈讲你今日找我什么代志哦？哎，建豪。你看起来故意故意，想要到今日点点吃三碗公，明明都已经是有家庭的人啊，搁欺骗安琪的感情。阿伯，我跟安琪是真心相爱啊，啊，我嘛会对伊负责任啊。我即摆已经对离婚提出离婚啊，即摆只要离婚啊答应，我就能给安琪一个正式的身份啦。参照你这款对家庭无责任感的查甫人，你凭什么保证会当给安琪幸福？我这到后摆，你也参照对离婚同款，搁反背安琪。阿妹，我甲安琪感情无同款啊，我本来是男女朋友啊。我无想要知影你甲安琪过去的代志。你也知影，阮甲离婚的爸母是有偌深的交情。你哪里做？我甲安琪妈妈是要再面对几十年的老朋友。是阿妹，这点我对你还有对阿母是较歹势啊。阿伯，之前你跟安琪妈妈嘛是有过一段苦恋啊，所以我相信我跟安琪的心情，你应该会当体会得到。都是因为那段感情，才让安琪的妈妈受到遐尼大的伤害。我唔知无希望安琪行跟伊妈妈同款的路，而且。你甲离婚已经有囡仔，你都应该安分守己，对安琪死心。这毋才一个查甫人对家庭应该有的态度，毋才会袂害着安琪，耽误伊的青春。阿伯，我知我无应该反背家庭啊，我感情这种代志真正足歹控制。
我都想要伤害安琪，我就对安琪愈无法度放袂记。啊，我嘛唔敢讲，看到一个我所爱的人为着我遐尼痛苦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啊，就算全世界的人讲我无情无义，我是坚持要跟安琪做伙。阿伯，之前我已经失去安琪一届啊，所以这届无论安怎，我袂用阁予伊离开我。我相信我这种心情，你应该会用了解才对。感情真正是害死人，也不过偏偏有真多人就躲不过情关，想要追求一世人的真情真爱，结果爱付出真大的代价，甚至是爱伤害到真多无辜的人。阿伯，你是安琪的亲生爸爸，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会体会到我跟安琪这种要追求家己的幸福，啊，不得去伤害到你，啊，佮阿姆，啊，佮其他的人这种无奈的心情啦。其实，照我所了解啦，安琪之前都拢无爸爸伫伊的身躯边，所以伊对感情是比别人佫较无安全感。我都是烦恼安琪的安尼。唔只希望讲伊咧选择对象之前爱较慎重，唔通阁受着伤害。阿伯仔，你放心嘛，安琪失去的，我绝对会好好弥补伊。我会让伊家己感觉是全世界上幸福的人。你敢愿意为着安琪放弃所有一切，包括你的家庭、你的亲人？我愿意。我已经想得真清楚啊。既然我对丽芬的伤害已经造成啊。这个已经无法度弥补啊，所以就算我即马离开安琪，阿丽芬嘛是无可能接受我，所以我当然爱好好把握讲我甲安琪这段感情啊。既然你甲安琪已经行到这步，无法度回头，好，我就相信你这摆。只要你会当赶紧甲丽芬离婚，甲安琪结婚，好好对待安琪，以后。你伫个事业上有任何的需要，都会当对我开嘴，我会尽我力量来帮助你，算是我对安琪的弥补。阿伯，多谢你的成全，我绝对会好好对待安琪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话莫讲了伤紧，这一切嘛是爱看你家己的表现，我袂讲你的进程。若是予我发现你对安琪虚情假意，也是要利用安琪。我绝对袂放你耍，裴建宏，我会当帮助你的事业，对到毁掉你的事业。我来找你的代志，唔当我安琪知影。阿伯，我知，你讲的话我会放在心内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会记得你今日讲的话。我会看你的表现，阿伯，你放心。做你讲啦，我唔知影是不是应该讲出来啊？这件代志啊，甲素有关系。你做你讲出来，大舅替你担。今日下晡，素有走去大爱办公室很小步，发现大爱哦，甲沙姐啊、甘美香拢回了陈小姐，结果素的确定会约老董来出来，真有可能是要讲这项代志。那你四阿老公伊要甲老董约到位？有啦，这间酒店十楼，才拄好。你即马想同伊住诶，家讲即件代志，互伊心理准备。啊，十楼一边哦，我去处理。好。阿
司长，啊，你刚不是讲你有约好重要客户要见面，那会干咱两个？妈，恁等他们进来啊，咱我小等下。啊，嗯。坐，坐。老大。拍摄哦，打电话只要讲代志，无需要小姐来接待。拍摄，拍摄。拍摄，我唔是来接待。我是吴刚的女朋友，下晡跟你通电话的人就是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来，王武林，拍摄，请坐，请坐。老司长，你必要的客户就是因两个啊。是啊，是伊较常约我出来，我要讲你的代志，我听啦。讲我什么代志啊？你莫阁假啊！你阮某恁头家私底下提供面上的代志，我拢已经知影。而且我手头还阁有证据。你即摆是咧乌白讲啥？你莫阁定心啊！我现过吴刚的校服，内面有几多条校码，拢会当证明你是将我来生我活，偷下老邓的钱。王厚林。我袂讲听外口人啊，凊彩讲讲的，我就怀疑我家己。我相信的证据，对啦。啊，你唔是讲你有证据，敢袂能借我看卖？老邓，你放心，我马上负责鬼鬼查甫，加嘴变下嘴。先生，是。老大，有看到无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凯莉，拜托你把它解释得清楚。老大，我真正来救出，我无下你的钱。我再讲。这校服是因准备的，我蛮怀疑讲因有动过空手啊。嗯，人无才无智，是安怎要陷害你啊？我咪来知。你讲一直都唔知，我就相信你啊。快回来。董事长，我真正是无辜的啊。快回来。董事长。回来。哎。那因果是你，你是来要创啥？是啊，你去偷现大个校服啊，这代志我已经知影。相公，我去偷现啊，我是光明正大提出来看。安怎？是啥规定？我袂用看吴刚大个校服啊。是啊，你去偷现校服啊，我无怪你啦。也毋过啥代志拢毋知影，你着去现来看。你竟然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你知影无？啥是无辜的人？你莫甲我讲是这个 Kelly 哦，无唔对，查甫囝敢做敢担当啦。迄本校报内面的数目是我做的少，即个地小姐一条裙内都拢破，伊敢那是替死鬼。其实这个面相即摆更伫我那底内面啊，我唔是伫校报顶班来动下手。即个地小姐一条裙内都拢破，伊敢那是我利用人头尔。你所讲的意思，我的钱是你下的，无唔对，我唔相信。我看你根本是你为何这个查某。是啊，我唔管你相唔相信啦，也唔过遐钱哦，起码给丢到爹内面啦。我这个人哦，虽然真爱钱啦，也唔过无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去跳马这里。听你讲起來，你做人阁真能完整，阁真有情有义，但是啊，你真假死啊！倒来去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找去倒？我找来找老大，讨一下公道的。董事长。
到了。嗯，小子，妹妹，我讲啊，我的三小的生意和你谈，这算起哦，嘛是你的贵人。老大，我以后拢真尊重你，哪讲到一点啊，你若不信，你也在问凯蒂小姐。嗯。你是安尼尊重我的？你的细汉的脚手无清气，下我的钱，这意思你该做我听看嘛？老邓，我即马无啥了解你的意思呢啊！凯莉是代表我的公司，甲你买沙石啊。但是你的细汉的呢，伫个小巷内面歪歌，佮设计我的查某做人头，这条笑你要哪看我算？我讲个啊，你今仔日若无给我一个交代哦，我看咱以后无必要再合作。吴大人，我唔相信明枪枪细尾加头的例子。你老实讲，是不是凯莉这袂久查某，我毛老大个头受恐伤？这件代志你上了解。你赶紧甲老邓来讲啊，好老邓来知影，现在是真正你外哥的啦。大，你哪敢陷落来？小姐，站！大。我叫你好歹摕你的小包，是煞叫我摕啦。这上尾一遍，以后卡斯讲你敢搁摕，恁爸就给你的双手，饲咧浸盐酸，毋是在搞我气话袂？大汉是你啦，我后摆唔敢啦。小姐，您是要给拖出去？是。我无啊。这件代志我上了解，迄个凯莉啊，绝对不是无辜的。佮拖出去，是，是，是。老邓哎，这查某想到永远把那查某人替伊做代志啦，你莫叫伊骗去啊！吴刚哎，我佮你等你，给我一个交代。老邓哎。小动脚手的，是用邓小姐的名义骗 A 钱的啦。而且骗阮大来讲，迄个钱是要邓小姐做昆明上的，安尼阮大才袂怀疑，所以交阮大一点关系都拢无。爸，你针对我就好啊啦。有讲的，代志敢像是安尼？哎，我阿娘总讲遐钱拢是在恁公司，我嘛唔知讲。李明秋，当初我你伫我办公室安尼出出入入，这完全拢让恁大个面子。想袂到你脚手这尼垃圾，我真正看唔着人。有讲个，但即摆代志已经拢清楚啊。啊，你要安怎赔我损失啊？老董，查甫囝到时候甲担当啦，这交关些关系都拢无。我会负责，我把所有钱拢出转给你啦。你是要大声？遐大的责任，你敢担得起少？无迄个财产，就莫那么地动钱，计形容。什么病啊？嗯，但是卖是安怎？有讲啊，我请你讲起来，你哪要跳出来？退你的税，担几条税啊？这个白骨精啊，我自然好好甲处理。阿卡了，是。去甲压去，好好甲顶一下。大汉，叫你动手，你是无听着？大舅，是是，冲哥，开始。啪！好啦，我是生意人，不是杀人犯。
你若继续拍落，啊，我钱拢身上套。老邓哎呀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哼，有讲啊，我唔是来看你拍囡仔好好看。既然这件代志牵涉到钱，代志就无遐尼简单解决。无你是想袂安怎？我看安尼啦，以前的孔明相，我无要甲你讨。纯粹你的细汉的钱吐出来，甲龟尾啊，也是想做当你落地啊。也毋过，既然你会当互你的细汉的下钱啊。啊！你就应该用咧从沙洲的介绍扣掉孔明相，直接把我拉过。少年嫁不好，那是我的责任，我应该负责。老邓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恁天美所有沙洲啊，恁别讲两声给你。你是哪三爷？我真欣赏。今仔无代志，我先失陪。老邓，顺家了。对啦，我讲，以后我真无希望哦，看到这个白骨面啊，来插手我这段的生意。老邓，你最得放心。这个代志，我吴刚宏绝对会处理。一只老狐狸，伊那里今年嫁给恁爸太监，我连讲伊都没有，你连本带利拢个偷偷出来，不是那个你爸气坏的。小江，你甲我通知一下，无怎样，但是真正袂少做诶。不要安尼穿好，你不但是头脑巧，而且阁真有胆识。今日竟然跳出来打一条，这个招，我一定赢你。嗯。拜拜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吴刚宏的亲爸，我一定好好栽培。小姐，今日真大个功劳哦！大，我不要收你钱啊！哎，这个钱算讲你奖金，小姐，嗯，多谢大。阿德阿德，谢谢。我平常在休困。大，唔免啦，我跟你行。气死啦！拢是伊靠你面枪哦，走出来插回啊！你搁敢讲？是你有啥物路用啊？你袂晓小提防者？我哪知影？伊会雄雄跳出来打啦！一直哦是即起的你面枪啦，迄看到大个去杀着凯莉啦，伊哦冲大声啦，替凯莉解围啦，来巴结大个啦，即起哦心够够重。大个甲凯莉真照安怎？表面上哦，还袂啦，再唔过这是三万的代志啦。好，爸，这是你脑袋个无够大啊？出，大，唔是我啦，是煞看到迄小巴啦，硬要靠老邓的，我哪有在调动啦？你搁叫我，非得你早着求关系。已经变红了啊！
对啦，那是我的意思啦。啊，我看那小宝怪怪，替你问个清楚，安尼敢有唔对？若不是我家婆，你敢有发现那个客人将我来生娃娃？不单你这么是什么情？那拢是我给伊的，唔免你管。你有任何代志来找我，你找老邓是要创啥？卖恁害我生意做袂落，我就算我给你抓去卖，敢补会当来少？什么做生意？我看你想要赚的呀，不是钱是人。青梅都看得出来，你根本就给那个客人哦，挑高伊下你的钱，叫那李明昌去打啦。我真正想无呢，老邓穿过的破鞋，你也咧稀罕？你真正唔惊人甲你当作是潘娜？就算讲这个客人是破鞋嘛，压你一大截，至少伊会替我赚钱，我会当过过了百双新鞋。那你呢？一日到那要饮大水，臭脚条，你是会当创啥啊？你若是给我机会，我嘛表现给你看啊！你给我听清楚啊！我即卖吞论人情，我孝敬，该劳动我辛苦咪继续饲你。你千万唔通给我巴肚下巴血规点起来，卡死我规巴血拢夹起来！我会靠恁两个人完全笑做伙，唔是得给我试看卖啊！也够你！啊！又是你害的！不不不，又不是你，吾家就规身爱我一个人啊！实在够衰去拄着。一世人拢叫你毁掉啊！哼，倒一只好啊！找出一个客人甲收钱，我到底要安怎才好？哎呦，你卖什么代志哦？拢怪咱我头壳顶好无？这边哦，若不是李明昌，你早就收你着客人啊！做李明昌，敢动我了，足可恶！心足。